にとは大物がいる気がします。もう一息。按到，没事。Hello。钓不到大金啊！小金，我要大金！哦，好累哦，已经好累哦。我从六点开始钓，钓到现在了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你不吃哦，不吃我要走了哦，我要走了哦，不吃哦，确定不吃？好吃的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不吃哦。喂、欸，喂、欸。那好，这边还有鱼可以抓。嗯，抓鱼。今天之前猎龙的都不在。所以想说那就钓鱼吧。このポイントは大物がいる気がします。もう一息。钓很久了哎、欸，啊，我药还没吃。啊，都90公分了。
啊、哦！会掉到八点还没钓到啊！现在要钓这只的大只尺寸，但钓不到。玉上钩饵在哪？哦，在这里。敢不敢给大金啊？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吃个药，点个眼药水，等我一下，受不了了。吃药，吃药，吃药。好快哦，一个月又快过了，过一半了哎。然后12月1号又有 CWT 东西出不出来，就要准备哦，烦躁。Hello，Hello。哎呦，让眼睛休息几分钟，等我一下哦。
好，我回来了，我们继续钓鱼。在哪里？このポイントは大物がいる気がします。もう一息。你今天好冷哦，我在想今天欢乐赛会玩得很惨。哦，超冷。别在那边嘴了啊，钓不到啊！这样有鱼吗？有欸。このポイントは大物がいる気がします。もう一息。あ、白痴だ。あいよ、あんた。金印竹夹鱼啊，上来。没有，那边嘴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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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晚上了，晚上要去哪里？
看掉这么多，哎。好冷哦！掉了一个晚上，哎，呜。有没有伶俐鸟啊？今天晚上其实来 FB 直播也一个半月，然后也觉得不知道欸，到底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想说未来的路要继续走，然后才会选择这个决定。可是白天了，大小刚不在晚上吗？白天了，白天要换地方了。白天，哎，白天继续钓鱼，然后。猎人笔记，环境生物，水栖，那个啊，晴天，白天时段，还是我刚已经钓到晚上去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坚硬主甲鱼，雨天晚上，先跑。先跑啦，对啊，就觉得没有，因为有取有舍才有得嘛。像，怎么说嘞？像之前都是，看心情开台嘛，然后记录档就是。隔天，今天剪隔天就可以发，就觉得没有什么说，也不是说压力啊，就是，可能你今天觉得很好笑的东西，可是你会忘记那个片段，你要隔一个礼拜。哎，我也可以那个啦，马上剪，然后只是说隔天再出，不，一个礼拜后再出。但是就那怎么说，有时候那种好笑的新鲜感啊。想说就要马上弄出来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啊靠呀，而且最近发生好多事情。别嘴啦！
然后刚刚有抓到一只超大的企，也不是超超大，就是体型大的企鹅。就那时候想说，要怎么看大小只啊？就一直一直慢慢比对，我就想，哦，这只高了一颗头，就直接抓下来。抓一下好了，这么多只，来，哦，小金。用，欸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挂台有没有用，我一直以来只有前几天有，只有看自己的聊天室，之后就没有了。试试看好了。只有前几天有，只有看自己。欸，延迟变低了，欸，呵呵呵呵呵，我延迟变低了。这样就可以看到有谁进聊天室，真好。Hello， 醉醉。欸，可是，欸，有点卡，我是要关掉我的了。哦不。有点卡，我还是关掉好了。再见了，我的直播台。再见。九十一了，不，我刚刚九十二还九十三都还没最大了。下猎龙那边如何？没人，今天没人呢。大家怎么都不见了？
このポイントは大物がいる気がします。もう一息。怎么是你？哎，现在是晴天呢。猎人笔记，然后环境生物水栖，坚硬竹甲鱼。他说雨天的晚上。啊，结果我在晴天的白天。欸，傻眼。我要的不是你啊，虽然我也是需要你啊。难道这叫无心流吗？哨兵哦，聊天室有谁在啊？开台开到现在30分钟，只有3个人打字。嗯，更换道具。哎，如果真的坏掉，要跟我说哎，因为我要回报。我最近我开了5天的台，我时速有点卡在66小时，我想说再开个几天再去回报好了。然后一回报就发现，哦，100个小时。好，就只有你在。好啦，其他人可能去忙了，感谢他们挂台，谢谢。有几个真的是很棒啊，就真的开着我的台挂着去做其他事情。说你，没有、啊、说你们呢、啊，说你们呢、啊。因为当时也是怕，就是没有人看，然后还转来 FB 直播，就觉得如果真的没人看，会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很挫折。就是钓不到哎、欸！不是钓到8点了吧？要8点钓完之后，以后再继续钓。集会所有谁？集会所
探索、救难、发呆。啊，你刚刚不是有开，怎么又关了啊？我刚想说你出来啊，我就准备收杆去陪你们玩了。啊，结果看到你又关掉，离开集会所。金啊！安安啊，哇，聊天室终于刷起来了。那聊天室有够黑的，我好担心哦，我是不是过气了？哎，没鱼了。穿个外套哈，屁啦！85跟我讲说大一点。考完试了没压力，恭喜呀！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等一下我穿外套，真的好冷哦。奇怪，室内20度而已啊，怎么体感特别冷？我把。因为我现在不能蹲着坐，不是蹲着坐，诶、欸，对，蹲着坐。我现在因为蹲着坐，你的脚还是会冷，所以我现在是跪着坐，我把脚压在屁股下面了。那等下就可能开王国开到一半脚会，不吧？开欢乐赛开到一半脚会酸，麻。不对，我现在想尿尿。哇、安安，诶、欸，难道说刚刚通知都没跳出来吗？突然冒出20几个、欸，诶，感谢你们，害我以为。今天怎么大家都不见了？我想说，我生日还很久啊，怎么大家都搞排挤？明天有太阳，每天都有太阳啊！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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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 ，FFFFFF。哎呦，右边那条有点大哎，估计91公斤吧。就这条，不是公斤啊，91公分。这条，哦，哦。原来用看的就可以看到多大条了。你报道我知道啊，一打开你就出现了，我觉得好屌哦。你是有通知跳出来，还是直接就是开着我台都不离开那种？哦，怎么又一条？我的天哪，你是干嘛的？啊！气死！现在是白天，看一下白天有什么动物。
白天好像就只能去这里了哎。我们去找那个小蓝，小蓝哥，一只，我很想抓那只，它是一只蓝色的鸟，很像鹦鹉，所以我想去抓它。地雷从口哨可使用。哎、欸，我问个问题哦，过年是几月几号啊？成绩不理想，加油啊！不要考不好啊！止步，我剩一个了，我剩这个爆符可以玩了。没有花瓣的季节，手中落叶和纷飞。真的好久不见，唉，之前我的歌单通通不是通通啦，超多变成设为私人影片了，就是那种可能有版权，然后突然就是被检举还是怎样，因为之前加了很多歌单，然后都已经几百万观看了，就突然就变成私人影片。很奇怪，没有，没在这里。那我们换下个地方，换这里，这里，设定，确定。1月24哦，哎，快了哎，哇！反正也不知道干嘛，来啊，守岁继续开魔物啊！啊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一月，那这样子，我20几号要去印第安吗？2月1号，一月大吗？30号要寄东西，31到30号寄东西，下礼拜我要去印第安，不然我现在那些都还没印啊。时间过好快哦！没有花瓣的季节。我雷二，雷起来！
太多你的足迹了吧？白痴哦，你撞到我了啦，敌人！他是打喷嚏撞到我吗？滴！哎、欸，经过撞一下我肩膀，我受伤哎、欸！天啊！